原标题：汉奸汪精卫六个子女的下场，一个夭折，五个长寿。还有前有事说起中国的大汉奸，吴三桂绝对算一个。不过吴三桂顶多也是引清兵入关，毕竟还是中国的。不过笔者这次说的这个大汉奸，他投靠的可是日本人，是抗日时期的大汉奸，此人就是汪精卫。像一些抗日影视剧中常说的汪伪政府，指的就是汪精卫带头组建的给日本人当傀儡的机构。不过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，在抗日还没有结束时，汪精卫就因种种原因病逝在了日本，后来遗体被运回国安葬。在他的妻子陈丽君的监督下，汪精卫的坟墓用了十几吨的钢筋水泥修建，其中光是掺杂的碎钢片都有几吨。自以为建的坟墓是铜墙铁壁，没有想到在日本投降后，响应民众的要求，把南京梅花山的汪精卫墓给铲除了。没想到汪精卫的墓修的确实坚硬，最后还是用了炸药才把他的墓给炸开。然后汪精卫的尸骨被拖到清凉山火葬场烧掉了，骨灰随便撒在了路边的水坑里，汉奸汪精卫落得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。那么他的子女呢？也许有人还不知道汪精卫有子女，其实他的子女还不少。他和妻子陈璧君一共生育了六个子女，其中除了第五子夭折之外，其余的几个孩子都生活正常。在抗日胜利后，仅汪精卫最小的儿子汪文体在1946年时被判处了汉奸罪，不过是缓刑。汪文体晚年去了香港，主要从事桥梁建筑方面的工作。至于其长子汪文英，曾在德国留学，也曾跟着汪精卫担任过伪职，后来移民到了美国的加州。其长女汪文兴后来也曾到了香港担任教师，退休后移居到了美国。次女汪文斌曾在印度从事医药工作，后来在当地当了修女，也许是为父亲赎罪。三女汪文洵则是到了香港担任教授，过着教书育人的生活，于2002年病逝。在汪精卫的五个孩子里，个个都远离大中国大陆，而且在外边混的都不差。应该说汪精卫的子女都是属于知识分子的行列，也算是有权有势了。相比人人唾骂的汪精卫，他的子女要幸运得多。据说1994年曾在汪精卫墓地的原址上建的有汪精卫的跪像，不过1997年时拆除了。作为汉奸，汪精卫将永远受人唾弃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